哎，这里说什么？这个方程式有什么解？无限多组解，无限多组解，你就知道大家系数的怎样成比例，这叫 S 加 BY 加 C， 这叫 S 加 BY 加 C。 所以说，既然有无限多解，所以大家系数的怎样成比例？它比它，所以6比7 A 加 5 会等于它比它 A 减2比7，甚至会等于多少？-7 A 加 17 比上 8 A 加 7 24。 因为无限多解，所以说来看这边，所以说注意听。 老师常强调，先看前面，先看后面。前面之所以有无限多解，是因为前面怎样一样，对吧？你要小心思吧？前面一样是才怎样，待会去检查后面有没有一样。后面一样就无限多解，后面不一样就怎样不解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因为前面一样，把交叉相乘，乘起来 a 加5乘上 a 减2乘起来是几？52，把它乘开。 a 平方减2 a 加5 a 加3 a 减10会等于几？-12。所以一下 a 平方加3 a 加2 等于 a 平，可不可以十分解？可以。 a 加1 a 加2， 所以 a 等于几？-1或是几？-52。老师都试过好不好？直接心算嘛 ，a 加1 a 加2 嘛，所以 a 是-1或是几？-52。这样行不行？行啊、哦。算出来之后注意听 ，a 等于-1、-2。 只是代表这边斜率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后面位置一定一样吗？不一定。所以说，麻烦你把它带回去验算，把 a 用-1代，看 a 用几代？-2代，这样行不行 ？a 用-1代带进去，好不好 ？OK。-1加5四分之六，行不行？-1减2负3，看-2分之-3有没有一样？有。16。 这是几？24。它16分之24有没有一样？有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说这时候是怎样？无限多解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时候是无限怎样？多解。好，这一样把 a 用几代？-2代。-2加5三，三分之六。把 a 用几代？-2代。-2减2负4。 看负二分之-4有没有一样？有，用-2代，-16加24，14加17，30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前面斜率一样，后面位置不一样，所以说这时候就怎样？平行，所以说这时候怎样？平行 ，OK。